Hello，我雪比，我哋今日咧就去上环嘅 Coco Espresso 度饮咖啡。其实 Coco 都饮咗好多年嘅啦。Coco 咧系一间咖啡店，而 which is 我系可以好安心咁样介绍俾朋友嘅。呢一间位于苏杭街嘅咖啡店咧，佢落地玻璃就超级靓啦。而令到我觉得今次一定要影咧，就系因为呢一只树熊嘅拉花真系超级靓啦。而另外我嘅朋友咧就叫咗另一杯系独角兽嘅拉花，咁就超级靓啦，冇可能影啦。咁除咗咖啡之外咧，佢亦都有 all day breakfast 包啦、牛油果呢啲比较饱肚啲嘅东西，所以都建议大家可以去叫嚟食嘅。而今次有一杯咖啡个名咧系比较特别啲，系火山同埋冰系埋一齐饮落去咧，其实有啲似 dirty，但系比较浓啲嘅感觉。如果下次你经过上环，我觉得 Coco Espresso 系一定要去饮嘅。我哋下次见啦。